我听着就不舒服。那以前的人的门哦，拢是啥？拢是茶做的，因为以前无遐大铁，无铁门啊。所以有啥物人讲，你甲我打这個，这是袂使打的哦。你打，咱讲有啥讲铁门打吼、哦？其实我没有现在的观念呢，这真的不行财啊？为什么？这是茶轴，你就把它打进去，因为以前这个东西都是用地基，以前是挖下去、沉下去的，这个全部都是可以用卡手去拆的，所以你每次给它打，你给它摇这门，摇门弄门啊，或者门的有，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讲说百年根基啊，你门别看那个，所以你倒是凭门打哦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你不能拆人家这个。那有时候就讲门槛，这个门槛，我挖做不多啊，对。好，来，我们进来的，好，我们进来。好，那到这里呢，你看到，哎，刚才我们讲六角砖，对不对？这边你看，边啊这是啥？哇，人字砖。哎，我哎，得嘞，我最近要很多人来拜的，因为像川流不息，又像什么呀？人丁旺盛，我家孙爱这样，啊，家孙爱这什么？人够多，啊，成功啊，这边人啊。田字转，按古禅啊，以前的农业社会就是有土是有财啊。我知道有土，我就会有钱啊。所以这个很要紧的事情啊。所以说他的砖啊，一个二条啊，这条是乌心石啊，乌心臼，乌心臼一起茶，一起做它哦。它硬的跟怎么样？跟乌心跟臼哦，跟石头一样硬的乌心石。然后你看哦，外面的柱子是圆的。里面的柱子是方的，就是说瓦靠外怎么样，要很圆融，对外面的人要很圆融，然后对自己怎么样，要守家规啊，很慎重哦。口气怕啥耶？那种大家很想啥耶？很多事情都是你化解的事情，就让家庙来解决。